我老记不住，是晚吗？晚二，对，晚二一下很清晨，所以是晚啊。但是你这个字好像这个多音字还念玉，对不对？对，它这个多音字还念管。还念管，我的天，好吧，来晚了就晚，我就说记得是晚，老念错了。来吧，那个饺子，你先来表演吧。我来个啥？啊，小满，快来笑模仿。死我了！我来个啥？我也来一个。主播，你好好讲，表演一下真正的技术。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。不是跟我们男主播经常干的活吗？女主播也会啊，男主播成天都这么干。我的天，这个频道好绿色哦。来吧，小婉，到你模仿了。我先想过一个，我给你放曲儿吧。这个曲儿叫什么来着？我忘了叫什么来着。我给他分到技术了。对，是时候，对，是时候，来，我走。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。我跟你说，小婉，你一看就不饺子专业。你发现饺子那个指甲了，他左手的那个指甲没有染指甲油，而且指甲都给剪了。我的天，我发现了什么？来吧，小婉，你来表演，让他来模仿。那个，我来简单一点的。我没那个球啊，你随便拿个东西都行。你拿个那个钢镚什么都可以。啊，钢镚，哎呀，小婉说话真可爱。那你，就那么拽头要？吗？可以，只要加到锁骨这里就好。哎呦，锁骨，好吧，锁骨，这样也好吧，这我可以的，对吧？可简单了。这个好简单，他没有锁骨就剩胸了。我的天，真的谁说没有？我有。别这样，别这样，我的天，你们不要这样好不好？你这好受不了，今天怎么这样？就是休息一下子。恭喜我们的高颜值组又获得了一个分，现在的比分是3-2，对不对？13-2吗？对吗？13-2吧。